然后靠近的这根线，靠近这个摄像头调整一下这个线，这个预留的线跟这个插头上定义为倒车控制线相连。然后后面倒车影像这个摄像头这里，这个一根应该是两个电源线，就是这个倒车影像的电源和这个控制的电源。然后我们模拟倒车影像工作的时候，工作摄像头亮了，然后这边显示这样的一个图标，倒车影像没有输入进来，只有一个摄像头图标。然后拿掉就没有，这样一接上就输入了影像信号。就是会炸呀，这人。